来之前我们设定的目标就是冠军，然后今天看完之后比，因为今天是上一届前三强，然后欧洲第一名的选手都今天比嘛，那看完之后越有信心了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蛮有希望在前三应该没有问题啦，那我们的目标是冠军，还是冠军。对，